饭局竞技。小川电视台，鹤岗小川电视台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1到2022饭局竞技比赛第二轮的焦点赛事。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土豆，坐在我旁边的是呼兰呼指导。大家好，我是呼兰。那其实呼指导也是我们酒迷们的老朋友了，酒迷。而且呼兰老师呢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退役的酒蒙子，是现役酒蒙子。好，那总之呢，非常荣幸和呼指导一起解说本场比赛。是，其实啊，酒局文化由来已久，是很多公司喜闻乐见的竞技运动啊。嗯嗯。哎，我们看，哎，好的，我们看到啊，队员已经入场了。哎，你看，很良性的公司文化嘛，互相谦让，这是我们饭局文化中的良好美德。哎，目前上场的这几位也是我们比赛的老朋友了啊，打法都有自己的风格。哎，哎，哦，这是哦，原来大领导今天亲自来吃饭了。哎呀呵，好，经过一番哈拉之后，选手们终于开始选座。哎，我们看到大领导落座以后，这两位小领导迟迟不肯落座，看来还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。他们嘴上好像什么都没有说，但似乎已经达成了一致，找好了位置。你看这个两个年轻的队员也迅速的入座。哎，胡指导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会选在这么简陋的小饭店？那一定是团建了。一看胡指导就当过领导啊，是胡指导也有领导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啊，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选手。哎，一号胡子领导来自运营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。二号背头领导来自行政，上次他就说这话。三号卷毛小将来自内蒙，内蒙选手，这一看就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啊。哎，胡指导，哎，喝好了，两边都倒了。哎，还是你厉害。嗯，哎，我们看一下四号这个眼镜小将是一位来自青岛的外援，以及早已落座的长脸是公司的大领导。本场比赛的当值主裁服务员，好，他走到了赛场的中央，点菜。好，我们看到啊，胡子领导拿到了点菜权，他接过了菜单。大家有什么忌口吗？啊，你们点啊，随便点，随便点。这就是常见的职场假民主。嗯，那我就我不能吃了。哎呀，上来大领导最喜欢吃的川菜就给搬了呀，这这。我今天能吃。漂亮，这个卷毛小将反应速度很快，世界格局就此打开。那就给我来个你们家的海鲜大满贯。哎呦，哦，海鲜大满贯哦。领导点的第一个菜其实代表了接下来员工点菜的一个价格上限。上限这个潜规则啊叫做盖帽，那用我们的一个篮球术语来讲呢，那就是盖了帽了，我的老 baby。 哎哎哦，来盘花生米。好嘞。另一边在最后一刻选择了花生米。哎，胡指导，这个选择有什么深意吗？这个就是向对手释放一个信号，今天必须下酒。今天我简单说两句啊，咱们大家吃好喝好啊，千万别拿我当领导啊，放开喝。虚伪的大领导一声令下，酒局正式开喝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啊，背头领导率先发难，开场就发起猛攻。哎。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为表诚意啊，我先连干三杯啊。漂亮啊，这三杯干的大领导啥也没看着，老白干了。哎呀，连干三杯啊，试图给对方致命一击，三杯击失败了。领导，给我个机会，我给大家炫耳一个。哎呦，年轻有为啊。漂亮，这个炫耳一个难度分很高啊，让我慢动作回放一下。好，漂亮的起手式，这是一个305D接卑躬屈膝难度的动作，酒瓶空中转体720度。哎，酒花控制的非常好，一滴都没有洒在桌子上。漂亮漂亮，太节约了这样。哎呀哥，哎，我们看到啊，卷毛小将也站了起来。今天第一天和大家一块吃饭，我和大家喝一个。哦，我们看到另一边也派出了自己的核心队员，他准备啊开始打圈了。他居然先找到了自己的领导啊，这啥水平啊。哎，不过胡子领导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啊。
领导。哎，轻轻的抿了一口，卷毛小象绕过了大领导，找到了背头领导。哎，轻松得分。紧接着，卷毛小将找到了刚才的炫儿九选手。哎，我们看到卷毛小将运筹帷幄，卷毛小将各个击破，卷毛小将浑身都是假动作。哎呀，卷毛小将通过地板动作触底得分了，他让自己的杯子比对方更低。哎呀，啊，这现在就差一个人就能完成打圈大满贯，那么他能成功吗？好，卷毛小将找到了大领导。哎。大领导竟然掏出了头孢，就这种违禁品怎么会出现在酒桌上呢？明明没有感冒却拿出了头孢啊！啊，显然就是做好准备的假借口。这种违背喝酒精神的行为应该会受到严厉的处置。太恶劣了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。是啊。领导，你明天再感冒。领导，喝一杯发发汗。领导，酒杯端起来。领导，干。那我就喝一个。哎呀，来，好的。哎，随着哨声一响呢，那我们上半场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是。哎，胡指导，上半场您怎么看？我对那个卷毛小将，哎，真的是特别的喜欢。那位内蒙的选手是。胡指导，您炫的一个开水啊！哎，好。经过我们上半场的激烈比拼，下半场马上开始。嗯，好，那上半场呢，其实是一个喝酒比赛，但是下半场却是一个劝酒比赛。喝酒不厉害，劝酒才厉害。到底谁能劝动谁？我们来下半场看看谁厉害。是米蛋。哎，老弟，上个月的项目没有我，你能成吗？哎呦，我们看到啊，卷毛小象用了一个简单的人情攻势，轻松的劝下了对手，先下一城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杯酒必须喝，不喝不给我面子。哦，大领导使用了最常见的面子攻势。面子攻势，你要什么链子？我说面子，垫个垫子。我给你这有我的小辫子。我给你唱小燕子。竟然用谐音梗装疯卖傻的方式化解了劝酒，这一招实在太高了呀！哥呀，我这太难了，我这没有你，我不知道该咋办了。哎呦，这自己人劝自己人呐、这是个乌龙酒啊，喝自己人嘴里了。哎呀，出来混的终究躲掉了酒，还是要还的。你看，在双方招式你来我往之间，彰显了传统酒文化的魅力呀、哎。胡兰老师啊，哎，说到文化，咱们效果文化最大的酒迷是谁呀、啊？酒迷。好，酒过三巡，现在场上的阵型已经被完全打乱，场面是非常的难看啊。哥，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跟我分手。哎呀，有些选手的情绪已经崩溃了。哎，还有一位选手正在求助场外的观众。妈，我想家，我想妈。妈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他亲妈。我们恭喜眼镜小将多了个妈。哎，我们看到有些选手也采用了盯人的战术啊。哎，现在场面是越来越难看了呀，希望选手们尽快下酒。我给大家炫一个，你让大家一块炫一个。哎呦，所有人一起来了一个托马斯全炫。是。所以说啊，现在场面实在是有些失控啊，而且酒店马上就要打烊了，留给他们丢脸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呀。哎，不知道，那最终这场酒局的胜负是由什么来界定的？那就是谁买单谁就赢啊。好，让我们把视线回到赛场，结账大战已经开始。好，现在他们是人盯人一v 一，场面非常紧张。我们看到有一方拿出了手机，开始起步向吧台二维码发起一个熟练的卡位，下盘力量非常稳。我们看到眼镜小将准备扫码的这个时候试图抢断，没有得手啊！哎，一个帽摔。好漂亮，又一个帽摔，形成了精美的二人转。眼镜二人转，双方来到吧台一米禁区之内，短兵相接。哎，开始太极推手了啊！漂亮。哎呀呀，接下来是一段武术旋转表演。白鹤亮翅，虎鹤双形，真了不起的假动作。好的，成功换过对手，扫码成功，漂亮。
上眼镜选手的胜利了，恭喜他恭喜他。但是我们看到哇，他好像去找裁判去理论了呀。哎，我们看到主裁判竟然给了一个打咩的手势啊，假腹是假腹，用小微微扫了富富宝，刚才扫的是富富宝收款码。这小伙子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哎呀，不知道，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看到啊，主裁判给了一瓶饮料，这就是不开发票送饮料，裁判也参与到这个假富里面，黑哨，黑哨，哎呀，这一乱定是串通好的。你，你们说谁贼呢？啊，来，你出来，我就听见说话。你也出来，出来。你上面去咋听着喝酒了？去喝酒呢，就喝酒。我跟你说，我说两句啊，听好了。两位老弟啊，咱们相聚是缘分啊。那个就是下一场我安排好了，咱一块去喝，不去了，一块喝一点。听我说啊，纯 K。走起啊！完了，朋友们，本场比赛到此结束，下一场 KTV 见了。制胜一击。先生差不多了吧，这都半小时了您干嘛呢？这个你看我这个刘海是往上一点更帅还是往下一点更帅？您帅不帅吧跟这个刘海没有太大关系啊，就是都帅都差不多啊。快拍吧，我这后边还有客人呢。您是拍证件照是吧？不，情侣照。您有女朋友？听起来这么不可置信吗？看起来不可置信。我快叫女朋友来吧，我这后边还有客人呢。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这儿拍照啊？对啊。哦，我来拍照。我这有客人，你等会儿我给你拍，你出去等我吧。奶奶，乖乖。哎哎，你们俩认识？啊，我们俩一起的。哦，拼单的是吧？我不收你钱，我先给人家拍啊。我们俩一起拍。谢谢你哥。是，别闹了。这不明显吗？怎么你们俩还认识？对，我们认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男朋友徐志胜，这个是王浩，我大学同学。嘿，同学好。没做梦。哎，你？我恋爱了。然后？100天。很相爱，怎么咱俩拍照他这么多 pose？ 他在跟我对话。不是你，不可能，为什么呀？懂了，打住！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？因为我们俩不光是大学同学，我们俩还对我们谈过恋爱。啊，他就是你那个初恋。是。乖乖，你也是我初恋。拍吧朋友，我们俩谈过恋爱，你不介意吗？那你还爱他吗？我当然不爱他了，我现在只爱你。他说他不爱你。我相信他。不是，我问一下啊，您是做什么行业的？他是脱口秀演员。脱口秀现在这么赚钱吗？那可不，我们老板可有钱了。王浩，你的意思我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的？不是，那我们乖乖挣的比我多。奶奶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你要是有的话，你眨眨眼我帮你报警。明白了。喂，我是一个朝阳群众啊，是这样的。现在真报警啊你。
我们真心相爱。不是他哪儿好啊？你过分了啊！他怎么了？他人美善良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不是那个，问我呢。他怎么了？他人好，长得帅，学历高，幽默至极。等会儿。第二条是什么？长得帅。从哪儿看出来的？逗号一样的刘海吗？他的刘海是我亲自为他设计的。你不是最讨厌男孩有刘海了吗？我是讨厌男的留齐刘海。乖乖，你别这么说，他不就是齐刘海？不好意思啊。拍拍，能不能拍？你拍什么？拍一个红底情侣照，喜庆。来。那我拍不了啊。我没有红底儿。那你这是什么？绿的。眼神还不好使了？咱俩谁眼神不好使了？乖乖，这就是绿的。奶奶，你忘了你是什么？红绿色盲。我明白了，你有红底儿，却不给我们拍，所以你也是红绿色盲。我不是。那你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拍？能拍，有钱我干嘛不赚啊？坐，乖乖，你坐这。我那凳子凉啊。我给你暖热了。好暖和。我那屋有热水。你喝这个。好烫。我这屋空调有点大啊。那你不冷啊？我火力壮。你去哪儿啊？奶奶，奶奶，我发现你最近挺开心的啊。我一直都很开心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这么开心。可能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只想着让你开心了吧。我那不是忙吗？我天天给别人拍照，我哪知道你……不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挺好的。我在门口听半天了。啊，我们就说说话。说了这么多句，一个梗都没有啊！我们正常说话要什么梗啊？正常说话就可以没有梗吗？正常说话没有梗，我们靠什么挣钱？我给你正常说个话，就当我知道我是红绿色盲的时候啊，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沮丧的，因为我知道我再也过不上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了。笑啊！我怕你感冒，去给你买药了。我没事儿。你这都买什么了？这马上过节了，咱们戴上节日礼帽，拍个节日系列，也送你一顶。我不要。哎，祝你节日快乐，挑一顶。你也快乐。好看。这也就是你。要不然你免不了一顿毒打。拍吧，来吧，拍。明天来取照片。就一张啊，我有好多张，我要选。你几十张就行了。我要两个人的红底照片。对，来，两个人的红底是吧？来，不用搂着，不用挎着，不要笑，严肃一点。来，构图还是不对，你俩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啊，来，男孩往你的左手边一步，很好，女孩往你的右手边一步。哎，这就出画了，这就有红底了。哎，你在拍什么呢，王浩？红底照片，你不要红底吗？多红，看。王浩，干什么？
坐下，乖乖，你也坐下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教你拍。你还会拍照？当然了，我的奶奶经常用 vivo 手机照亮我的美。那你不废话吗？ vivo 手机那可是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那也不能让你给我俩拍呀。对呀，你干嘛？没事，我教教他。来，别动，靠近一点，笑。哎，你看这构图，这光线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。别动，我再拍一张。哎，你快行了，是咱俩来拍照。我怕他不会。他会。王浩能不能拍？我不一直给你拍着呢吗？你能给别人好好拍，不能给我好好拍。你又不是别人。我现在就是别人啊。啊！今天是我俩100天纪念日，我家乖乖就想拍个照，你要是不给我们拍，我就打你。给你们拍，谢谢啊，自胜一击，有效果。女孩，笑一笑。晚上，搂上，来，不错啊，保持住，看我，很好，来，换个姿势，很好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可以了，出片了，去前台把钱交一下吧。我去。这种事让男人来。好好的，你也好好的。哎，这怎么是你俩呀？我的齐刘海了。这是你的，拿错了。《梦幻丽莎发廊》，阿珍，Tony老师，你真细的啊！来做头发都不预约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忙啊？进来啊！啊，你误会了，你的头发都一个月没护理了，你看看这个，毛躁了，像个刷锅。不如改天喽，今天我要去外婆家。你怪怪的哦。啊，我也刚好很忙，改天过来哦。好，我今天好忙。快去忙吧。现在换个发型师，怎么比要跟人分手还尴尬呢？咋还感觉自己有点渣呢？啊，卡住了，不是往前，不是往后。你好。Welcome to Jimmy Lisa Salon. Hi. OK. 你好，剪发吗，美女？对，我想换一个发型。OK， 有没有熟悉的发型师呢？没有哎，我第一次来。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这里有总监、艺术总监，还有高级总监。那请问你是？我是总监 Tony。好，那我想要个高级总监。
Okay, good taste. Just a moment. Tony, 接待 over. Tony, 收到 over. 来，靓女，请坐。啊，你也叫 Tony 啊？对啊，我们都叫 Tony。哦，怎么样啊？想喝点什么呀？咸柠七。咸柠七我们这里没有，可以换一个吗，宝贝儿？哦，有什么啊？啊，我们这里有手冲咖啡，还有茶水啊。哦，还有咖啡，那要咖啡好了。好啊，那我给你手冲一杯速溶咖啡怎么样？啊 ，Tony 完成 ，over。Tony 收到 ，over。Bonjour, madame。你是？我是高级总监 Tony。啊，戴个帽子就高级了。这是一顶高级的帽子。哦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头发可以怎么搞啊？哇哦，平时喜欢看球啊？啊？喜欢罗纳尔多？没有啦，我之前比较喜欢小卷卷，可是我马上就要去深圳打工了，所以想换一个发型。那你想要一个什么 feel 的呢？就是这种 feel。美少女战士 ，Why? Tell me why?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厉害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换个红色的，麦当劳叔叔也很厉害。不要了，我表姐说小卷卷很土，我们换一个吧。Absolutely right， 你表姐说的对，小卷卷呢已经 out 了，是吧 ？Yes， 要不这样吧，我先简单复杂的给你处理一下。皮筋店拳头茉莉葵警惕拉直，拉掉抓戒钉可以电卷，然后怎么样在中间呢可以焗油，最后。打包再加厚，啊、哦，就这句听懂了。行，那我来了。好，住手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你去外婆家了吗 ？Tony 老师，怎么了？他是谁啊？就是一个朋友。我才是你的固定发型师。是的。你不是说你没有固定发型师吗 ？Tony 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咱先别乱啊！这位托尼老师，能不能让我和这位托尼老师单独聊一下 ？OK，No problem。你先把你和这位托尼的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再聊。托尼老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我只相信我看到。不就是剪个头发吗？我下次再找你剪喽。下次，别人碰过的东西，我不想再碰了。怎么的？我脏了？是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是我的作品。5年了，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？不是你不好，只是我想改变一下。我欧完了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要新鲜感，我理解你。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找一个这样的发型师。咋了？说什么样的发型师吗？喂，你们两个不要打架啊！我们知识分子不打架。来呀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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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、啊！来、啊！谁快、啊？我第一块讲现成，我是第一块剪的。托尼老师，不是你根本啊！托尼老师，哎呀！托尼老师。帽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头发剪一半你就跑了，害我等你老半天。你回店里等我一下，我处理点事情。我明会让全面点开。我准备准备给你妹点个麦，你们怎么你们跟妹都跟麦呀？来啊来啊来啊！好了，就是搞个头发嘛，干嘛这么复杂？好，你们剪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剪。你在这里，我们两个怎么剪啊？就是啊，你在这儿。他怎么剪我啊 ？OK， 我剪，总可以了吧？你的头发很破费，一根都不能动。就是啊。OK， 那洗头发可以吗？168，我家才38，同行不打折吗？这样吧，其实你没办这个卡，可以享受我们100元加工钱。168 ，OK OK。Tony， 洗头 over。Tony， 收到 over， 你们要洗头啊？托尼欧，强老师，你不是说你去深圳学美发了吗？你不是说你从佛山过来的吗？我撒谎了，你背叛了我，原来是在这里跟他学啊！因为他确实要技高一筹啊，他哪里好啊？强老师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放下，因为他的英语确实 very good， fine，
OK， 我洗头发。老板，什么叫有洗发水啊？我的习惯你知道的，用香皂。神经病啊！吓死我了。Calm down, calm down。放心，从西大 police， 西大 police。我赶紧搞头发吧。OK OK。恋女啊，你之前在那发廊剪了好久。是啊，我第一次去发廊就是他给我剪头发，五年了。每次去他都会给我烫小卷卷，可是我想换个发型，他就说只有小卷卷最适合我。我明天要去深圳了，我怎么 ？I get you. Don't worry. 以后他给不了的，我可以。你能给他什么？你能给他？张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给不了？我们还在洗头发，张老师，你冷静啊！该干洗啊 ！I got you. 你跟人家喊什么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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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后你的头发。交给我来守护，我去给你调节颜色。Tony， 染膏 over。Tony， 收到 over。我的剪刀，阿珍，啊，你干嘛？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剪。喂，你干嘛？给你修剪一下。不要了，这又不是在你店里。喂，深圳来的染发膏。哪里啊？好像周慧敏。有吗？喂，东西都掉在地上了。什么啊？喂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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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让我剪一下吧。放开那个女孩，移开你的脏手，不要碰我的作品。她曾经是我的作品，我是我妈的作品。那我是谁的作品啊？茂哥。我今晚要演出，你快给我剪！茂哥，你回店里等我一下就好。我还等不了了，快很快啊！我这就剪了。茂哥，哎哎哎，茂哥，这是一家店呢。是啊，这是我的店。就在这剪，这里咖啡。那个茂哥，您要喝那个手冲咖啡还是要茶水？好。我们继续吧。恋女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不知道之前哪个发型师给你弄的，莫名其妙。怎么了？他的脸型根本不适合小卷卷。喂，他的脸很大，当然要小卷卷了。但是他脸很平啊，做小卷卷看起来像金毛狮王。嗯，怎么搞？应该总体拉直。拉直他不像刘欢喽？被剪短、啊。剪短就像马东了。我觉得像洪金宝多一点。怎么会像洪金宝？洪金宝这个角度，我刚才就去拉了一下你剪头。你忘了？我还在这儿呢。对呀。谢谢茂哥，我也觉得像洪金宝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茂哥都像洪金宝了，那对他这块其实很高兴。喂喂喂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大波浪，跟舒淇一样啊。我哪里像舒淇啊？至少是女生嘛。啊，也对，那就大波浪吧。哎，阿珍，你真的不要小卷卷了。不要了，还做金毛狮王啊？对呀、啊，茂哥都发话了。让你走 ，Tony。嗨 ，Tony。以后他的手法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放心了 ，Tony。拜托了 ，Tony。没问题 ，Tony。Tony。Sorry。怎么了？他明天就要去深圳了，我也只是他一个过客而已。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从我这个发廊走出去的人，从来没有回来过。我去拿个东西。喂喂喂，怎么又跑了？我明天要穿什么呀？高帽、慢摩呀，然后有大罩回家。猫哥，我放心，猫哥。猫哥，以后你的头发也交给我来守护。回来 ，OK， 好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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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猫哥，你在哼什么旋律呢？如此的动听。我写的。你写的 ，musician。Yes。音乐家。是啊。我告诉你。I love music very much， 我非常非常喜欢音乐。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没事的我们组个乐队。很好，那乐队叫什么？好问题，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就叫大波浪吧。很好，大波浪啊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哎呀，不是说这个啦，就是他，大波浪。Amazing, wonderful, Tony O， 这是。不然你以为我只会洗头发呀？
阿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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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阿珍，喂，怎么样？哇，你要去深圳喽？关于你头发的一切，我都写在这里了。哎，给你遇到的所有托尼看，他们会懂的。不办卡、啊？看下面有颗爱心。谢谢你啊，托尼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，托尼。我的名字叫做蒋龙，欧建宇，任科，我叫茂。谢谢你们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蒋老师，你头发再不洗都干了，走吧。我刚刚忽然间有个新的灵感，我觉得那首歌可以叫《阿珍爱上了蒋》，不押韵啊，应该是阿珍爱上了阿钱。很好哦，那阿强是谁啊？阿强是我爸。话说呀，有一个村子名叫哈哈村，哈哈村里的村民个个都是戏精，平时村口小广场的演出，他们都能演出跨年演唱会的气势来。今天村里来了个明星，他们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为此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他是活的，如果他是活的，他就活的。所以这事儿啊，咱们必须两头堵住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哎呦，这事儿咱就抓紧了。如果见了，咋样咋样？来了，我看看。不是，是不是，我等等，那我。你们要干啥？你们都梦都是我们的。听我说，铁锅都直上了没？直上了。大鹅都宰了没？正宰呢。好，你一个个的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胡子不刮，兜也不挤。二娃子去国道蹲点了没？哎呀，直不到，直不到，都忙乱了。你就是直不到，一会儿要是拦不住人呢，全都白忙。向我集中。今天能不能跟黄灵儿老师同台演出，就看你们的表现了。好，我们黄灵儿老师是最遵守时间的，就差这都过点了耶。村长来了，来了，人来了。分头准备，等我的 Q。 Q 都是喊你们，能不能专业一点？明白了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快快！哇！黄灵儿老师，黄灵儿老师，哎，终于把你盼出来了。大叔，你认错了，我是黄灵的经纪人。黄灵儿老师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叔，我是司机。别找了，村长，我就是黄灵。你好。黄灵儿老师，终于把你盼来了，我是你的铁粉。你演的《疯狂的石头》忒好看了。那是黄渤。知道知道，小小的玩笑嘛。哎呀，终于有机会来到哈哈村了，希望我和我的团队带给大家一场完美的演出。演出一定是很完美，是不是你的团队就说不定了。您刚说什么？啊，我说这报告黄老师，为了这次文艺演出啊，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，从田间盼到了热炕上。黄灵儿老师快登场，带我们齐声一起唱，要唱就唱忙坦荡。一起唱？这是独唱节目哎。之前是独唱，今天就说不定了。玲玲，
我们的乐队被赶猪的堵在国道了，老母猪要下小崽儿了，一下要下一个多小时呢，怎么办啊？村长，我们这个演出能不能延后一下？哎呀，延不了了，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。呀，那咋整啊？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搬着小板凳等着看黄龄老师呢。怎么这么巧啊？正好有一支专业的乐队正在我们村巡回演出，要不然把他叫过来。哎，太好了，村长，救场如救火，那就麻烦您了。不麻烦，三儿，哎，去把面孔乐队给我找来。面孔乐队，你熟？熟啊，圈里的老大哥呀。哎呀，有他们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一般的乐队我也不敢介绍给你耶。咱们这一片红白喜事都没人干得过他们。他们还干红白喜事儿？村长，你看，这不来了吗？七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对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面孔乐队。是，这是什么面孔乐队啊？要不然我把车给您开来。别慌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哈哈村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演出给演好了。我看这几位老师也不像等闲之辈，说不定能摩擦出什么火花来呢。那我们帮你们去盯一下其他人啊。也绝对不会再出岔子了。哎哎，黄龄老师，知道要跟你合作，我们都很激动。我也很激动。我今天要唱的是嗨歌，你们都听过吗？那是耳熟能详，而且这首歌啊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是共同的，都是唱完了之后啊，你不在我不在，反正都全都不在了。走，咱别等了，咱赶紧抄家伙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加入排练吧。好，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嗨歌，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。咋不唱呢？对呀，他咋不唱呢？还咋不唱？我都看出问题了。啥问题呀？直接进的主旋律没给黄龄儿老师吹前奏。哎呀，太紧张了，我们再来。等一下，村长，不是前奏的问题，是牵走的问题啊。牵走？能不能把那头母猪从国道上牵走啊？牵不走了，你可以打包带走。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客观的条件，咱再磨合磨合。村长，我真的很重视这次演出，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场完美的表演。您看这样，我们试一下无伴奏的合唱方式，我的合唱队马上就要到了。你说的是那只走高速的队伍吗？命令命令，高速封路了，合唱队只能绕道去国道了，国道就是那个。这么巧。村长，能不能把这老母猪牵走？没有合唱队，我们玲玲唱不了呀。黄龄老师，不瞒您说，平时我们对阿卡贝拉合唱啊，也是略有研究。我觉得可以再合作一把。村长，我们村就没别人了吗？当然有别人呢，那个阿卡贝拉合唱团呢，我跟三儿也是参与者嘞。玲玲，我还是去给猪接生吧。各位老师都会阿卡贝拉？会呀，哪儿不会呢？那能给我先听一下吗？没问题。五、六、七，走。阿卡贝拉。我说的是嗨歌的阿卡贝拉。嗨歌的我们也有研究啊，准备开始。嗨歌的阿卡贝拉，嗨歌的阿卡贝拉。你们这是一切皆可阿卡贝拉是吧？黄龄儿老师，你奏点歌吧。哎呀，村长，这样吧，我还有一首歌，我直接带了伴奏，等我的舞蹈队来了直接上台就行了。玲玲玲玲，你舞蹈队也来不了了吗？啊，堵在国道上了。您不
会是舞蹈队也有吧？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。Let's go。谁请了专业舞蹈队？谁？谁今天想受罪？忘了疼了疼了，泡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来来来来。村长，哎，你们这样我没法演啊。别看他们长得水，个个都很有审美，快给老师展示。展示。Show time。黄灵儿老师，这下彻底 OK 了吗？这下彻底 KO 了。你快起来，算我一把来。哎呀！不瞒你说呀，黄灵儿老师，这些人呐，都是我们村的文艺骨干呐。他们想成立一个艺术团，你来一趟不容易，他们就想跟你同台积累一下经验，交换一下名片。跟你合影留念，再搞个晚宴，全是过桥米线。最主要的是用我们哈哈村独有的方式跟你在银药上交流一下，合作一把。如果错失这次机会耶，下次合作赛也不知道是哪年了。哎呀，村长，你怎么不早说他们想和我一起演出呢？你愿意跟我们哈哈村民同台表演？当然愿意啊。玲玲，乐队准备好了，可以上台了。我请大家一起上台。大家一起来。大家一起来。一起白威龙，关关雎鸠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对，好逑好逑，哪个对打哪个队，君子对打淑女队，请。好了，不要再闹了啦，你们这群臭小子啊。
欢居这首诗呢，是中国历史上一首非常有名的关于爱情的诗歌。友情提示：爱情虽美，但不能早恋哦。下课。背诵并默写全文，我下节课要抽查哦。不行，都要背，抽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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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屁呀！语文课不背课本干什么？你以为戴个面具我看不到你？欧阳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拖堂了。这群臭小子啊，不骂不行的。哦，对了，下周就是艺术节了，他们的节目就拜托你喽。走了，慢走。喂，这是什么姿势啊？大哥，搞艺术的老师也不用这样搞艺术吧？哎，艺术这么奇怪的吗？你不懂啊，在我的地球里只有贝贝老师一个，看到他我特别紧张。那你也太紧张了吧，每一次你见到贝贝老师你就莫名其妙的。胡说胡说胡说。不管怎么样又输了吧，我就说今天欧阳老师肯定不敢跟贝贝老师表白嘛，拿过来。那这是我最后一根棒棒糖啊。梳子给你了。那你在干什么？你们还在说什么？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装了，欧阳老师，你喜欢贝贝老师，除了他自己不知道，全校都知道了。还有啊，一年来，欧阳大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向他表白呀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不再说这个。反正，好好珍惜今天，是我最后一节课了。知道了，你要回老家？不是。是我要回老家了。是我国文不够好吗？是他国文不够好了。是他灵魂出窍啊。欧阳老师，你这样真的很难沟通啊。啊，听不懂听不懂啊。哎呀，喂，你喜欢的是国文老师，拜托你练一练啊，大哥。你只要记住几个简单的词语就好了。对吗？比如说了，比如说了。嗯，一见倾心。嗯，哎，一见倾心，闭月羞花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沉鱼落雁，长相厮守。哎，这个记不了，记不了，太多太多。哎，还有最经典的白头到老。哎，我喜欢这个。白头到老，什么白头？白头，不行，老师，我们白头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哎呀，完全出不来，出来一下，我就说他不行嘛。这个不错，你和我们都沟通不来，你还告白呢你？太美廉了，我走了。喂喂，哎，你走哪去？别别别别，快快快，激动啊！回来呀！每一次遇到点挫折你就跑，你还像个男人吗？自信一点好不好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天王啊。哎，天王？对呀、啊、我哎，你就是郭富城，而我嗨老的王，而我是张学友，而我是张继伟。哎，啊，你是黎明啊。黎明没特色啊。但是四大天王里面也没有曾志伟吗？你必须是黎明。好，我是黎明。我们就是四大天王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对你爱爱爱，自信自信，好耶耶！谁在吵？杨宇光，又是你！贝贝老师，欧阳老师有话跟你讲。还有什么？这次自信一点呐、啊！记住，天王呢、啊？怎么同手同脚啊？你好，我是郭富城。啊，郭富城？想想办法呀、啊老师、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是我们在排新节目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在排一个舞蹈舞蹈，一个这个风格比较独特的，同手同脚的，有浪漫气息的，不会是郭富城的浪漫樱花？对。
我好喜欢这个舞蹈啊，是吧是吧，这个舞蹈风格好特别哦，对我太有冲击力了，怎么说呢，简直就是一个顺撇子。欧阳老师你好棒哦。啊，不棒啊。什么不棒啊，你躲哪里，他说你棒啊，干什么，你们要是还在排节目的话我就先走了。没有没有，贝贝老师我这里有题不会。你跪着干什么，你到底要不要表白，你要撑到什么时候啊。我不知道。还有，来来来，把你那个面具拿过来。这是我自信的源泉啊。那你要不要帮朋友啊？要。不是，你在打电话给谁呀？你知道。欧阳老师，这是最给我自信的面具。我每次戴上它，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。我现在把我的魅力给你。来，那好，戴上它。会很管用的。那兄弟你呢？没关系，我还有一箱。加油加油啊。贝贝老师，欧阳老师有话和你说。加油啊。欧阳老师你说。贝贝老师，我真的不行啊。别怕。Be a man. Hip hop man. 想叫你佩佩，想叫你宝贝，不想叫你佩佩，想叫你宝贝，你说 O 不 OK？ O 不 OK？ 来吧来吧，贝贝老师，我不想做你的好朋友，其实我最想跟你手牵手。我不会 popping， 但我会发抖，没有你我愿意做一只单身狗。贝贝老师，每次听到你叫我欧阳老师，我就觉得你很可爱啊。还有听到你说你皮痒啊，我也觉得很可爱啊。每次看到你出门的样子，太可爱了。不知道我怎样说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贝贝。我等了你很久了。这个男的是啊，这是我的同事欧阳老师。你的说唱我有听过，少了很多呼吸感。要不我教教你。不用了，你说一下你是谁呀？我是贝贝的未婚夫蓝。哎呀，你不要闹他们了啦，表哥。表哥。表哥，他就是谐音梗啊！哎呀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真的是。我去下面等你去了，贝贝。好，拜拜。那就说明有机会呀、啊。有戏呀、啊。欧阳老师，其实你每一次做那些奇怪动作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又好笑又可爱。你下一次会是什么样奇怪的动作呀？我好期待哦。他是什么意思？坏事，这你都听不懂啊？他喜欢你啊？还不明白？以后你要和贝贝老师一起学国文了。